子曰：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。”这是我妈教我的。这是我爸。我妈说，爸生前是个负责引进外籍人才的政府人员。给我开门。来，下来，下来。这是阿勇，被吩咐做什么，他就干什么。快点啦，快点啦，快点啦！这是阿阳，也叫阿银，银虫的银。过去。这是阿吼，你也过来。除了那张嘴，他没什么特别的。他们三个曾经是爸出生入死的好兄弟。哎呀，人死不复生，让你节哀顺变。不过呢，今天呢，你来到我们这个地方是最……这就是我妈。自从爸搬家后，他的朋友就常来拜访我们。来。怪风啊！快去睡觉。我和阿阳有一个共同点，我们都有个嗜好。虽然是件好事，但我记得我妈对我说过的第一件事。我妈说：“非礼勿视。”子曰：“仁者其言也忍。”我妈告诉我，这句话是说，仁义的人能把想说的话也忍住。因此，我变得不爱说话。喂，你好，还认得我啊？好，我会安排最好的班机，接你来新加坡。我们会提供最舒适的环境，我保证这份工作可以让你买得起你所想要买的所有的 LV 的产品。最后，我想提醒你，不要携带任何多余的行李。好点吧。好。
很多时候我不能怪阿勇，他和我一样，只是想做一个听话的好孩子。但不可原谅的是，我妈所教我的第二件事。我妈说：“行，搞定。”非礼勿听。来，找过来，来来来，找过来来。对。哎，阿英呢？唔在。无来。我家了。你老爷个痴汉哎，无查某就不要来。开始个见了无啊？个人所在去啊。啊，我看住啊。Hello? Hello? Hello?叫你别变猫吧！去啊！老兄，喂，有事没？飞来叫！The Chinese man, you see? No, I don't know. What don't know? Hey, you understand English or not? Ah! 喂！很多人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，但阿红却是本性难移。所以当年我妈会说：“非礼勿言。”这是我妈教我的第三件事。无论我怎么看，我和阿豪没有任何共同之处，而我们最大的分别是，你老味鸡巴，什么招啊？我这又是什么？老子！
是无你死的。这句话是恁老母甲恁老爸讲的。不要紧啊，恁老母甲恁爸说，你先别说就爸。事情都只是表面上看起来相像，但我却不以为然。善良的外表可以隐藏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人性最终还是由个人的思想来定义。就如孔子所说，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意思是说，思想不同的人就无法相处在一起。但是我和我妈却是一样的。这是我妈教我的第四件事。